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东慈院胸腔内科暨睡眠医学中心邱国良医师。疝气俗称脱肠，或者是称作坠肠，患者常常在下腹部或属膝部的地方会有膨出的形状，那有时候会引起一些这个疼痛、胀胀的不舒服的感觉，那会随着姿势有时候会鼓出来，有时候会消下去。那碰到疝气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去做治疗或处理？那今天很感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了台东慈院一般外科林金尧医师来帮我们做解说。林医师，欢迎您。主持人好，那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一般外科林金尧医师。是，欢迎林医师到现场。那首先我们跟观众朋友介绍今天接 call in 的团队，我们今天有整形外科陈俊豪主任。新陈代谢及内分泌科邱世清医师，神经内科杨志胜医师，小儿科黄冠汉医师，中医部廖振宇医师，以及胸腔内科张尚妙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您拨打专线电话04-2536-2377，感恩您。好，林医师，欢迎您来到现场帮我们分享一下。首先是不是简单的帮我们稍微介绍什么是疝气？是，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其实我们的疝气就是我们台语俗称的脱肠啊。那实际上呢，其实就是我们肚子里面的一些器官，那最常见其实就是我们的小肠，它会经由我们肚子一些比较薄弱的地方，那跑到我们的腹腔的外面，那从腹腔内跑到腹腔外，其实就是有点造精体啊啦。好，那最常见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腹股沟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所谓的疝气，也就是我们的脱肠。是，那谢谢林医师帮我们的解说。我们是先请观众朋友来看一段影片，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疝气。他那一处就是早上起来啪啪唱啦，伊讲哎呦啊，我永久朋友啊，你看嘛，我这好像是一晚哦。我讲哦，安尼可能是疝气，伊一甲伊安尼嘛有感觉会怕怕的啦，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这样子拖我了。今年五月，60岁陈先生只因为打了一个喷嚏，在属膝部的地方微微凸起，出现肿胀、疼痛的不适感。这样的症状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因为在20年前也曾发生过一次。有了过往的经验，陈先生知道可能是疝气再一次的发生。刚出不会痛，刚发现还不会痛。哎呀，但是推来有无吼？会安尼碰碰啊，碰碰安尼都怪怪啊。陈先生在跟家人讨论之后，决定赶紧前往台中慈济医院就诊。在一般外科林金尧医师的仔细问诊之下，并且与诊间进行触诊的检查之后，确诊为是腹股沟疝气。他当下进到门诊那边嘛，就是大概跟林医师讲说他是哪边不舒服嘛，跟他讲说啊，他突然早上起来右下腹那边会去泡啊呢，去碰啊呢，啊会痛会胀啊。当下林医师就是请他躺在床上嘛，帮他做个触诊的检查，然后他林医师就是跟我们讲说，那就是疝气这样子。根据统计，在台湾约有100万名的疝气患者，其中90%为腹股沟疝气。也是俗称的脱肠或坠肠，腹股沟疝气是指部分内脏，多是小肠，因为腹部肌肉或筋膜的破洞缺损，造成不正常的向外突出现象，最常发生在属膝部的上方。若是不积极治疗疝气，严重者将会造成肠坏死或肠阻塞，增加治疗的困难，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在林金尧医师确诊后，建议陈先生接受手术治疗。他认为一定要开刀，因为如果不开刀的话，其实现在还不会那么严重，可是到时候他说如果到时候卡住肠子推不回去的时候就会危险了，所以他认为要开刀这样子。你若讲疝气也无紧开刀吼，行久来都久来都较歹啊吼。但是说不怕，有时候你都不理他，有时候肠子黑掉，我是听人家听有的也有说不要理他啊，等到那个肠子黑掉的是比盲肠还恐怖哦。
腹股沟疝气发生的原因大致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天性，在幼儿时期睾丸由腹腔下降到阴囊，但这个通道没有闭合起来而造成疝气发生；另一种则是随着年纪增长，腹部肌肉及韧带的结缔组织变薄或松脱所造成的疝气。钱先生可能因工作关系常搬5至10公斤的不锈钢门窗，腹部长期使力造成腹腔内压上升，因此诱发疝气的产生。林医师，是不是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陈先生刚来医院的一个情形怎么样？是，那先生其实在我们诊的时候，他是提到说，刚好在前两周刚好一次比较用力的咳嗽，那发现说，怎么左边的腹股沟地方就怪怪的？那时候可能也不以为意，那经过几天之后发现，这个腹股左侧的腹股沟好像越来越不舒服，然后好像有物体就是慢慢的膨出来。那也因为陈先生在20多年前，其实他的右侧的腹股沟也曾经接受过疝气的修补手术，那所以他当时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左边也同时也发生了？是，所以陈先生被我们诊断是腹股沟疝气，那是不是先请林医师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腹股沟疝气？对，是，其实我们刚刚的影片当中其实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什么叫腹股沟疝气。那其实我们的腹股沟疝气其实比较好发在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年纪比较大的长者身上。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有小朋友属于比较先天性的，那也就是所谓的间接型的疝气。那因为我们在先天构造上的关系，我们男生本来的睾丸其实在胚胎时期是在肚子里面去，那出生之后才会掉到我们的阴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腹股沟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睾丸从腹内一直掉到腹外的一个好像我们的隧道一样。对，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朋友常见的这种先天性的疝气，也就是所谓的间接型的疝气，那它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隧道的开口没有闭合得很好，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先天性的疝气。那在陈先生的情形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年纪大的疝气，那这种的话是属于我们刚刚所在影片上所提到的属于这种直接型的疝气。那通常这种疝气的话都是可能因为搬重物啦，或者是比较腹内的压力增加啦，那这种比较好发在年纪比较大的患者身上。那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其实它不是我们这个隧道的情形没有关合起来，它其实是我们隧道的地板已经被我们腹部的压力，不管是因为受伤啦，或者是腹内压力增加而导致它的地板变得比较薄弱了。那这种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腹股沟的这个后壁的这个筋膜变得比较脆弱，那可能我们的一些腹内的器官就从这里给跑出来。是，那一般患者如果有疝气，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是，就像陈先生所说的，其实一开始，其实很多人他其实不见得一开始是有症状的，很多人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症状，那一开始只是觉得说，怪怪的，好像在腹股沟这边有一些东西，好像一用力就有东西跑出来。那当然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疼痛，那甚至在这个腹壁变得更薄弱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腹内的器官就会卡在我们的疝气这个出口的地方，那可能这些都是可能的一些症状。是，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来到医院之后，医生要怎么样诊断来确诊这个是疝气呢？实际上其实我们就是用我们万能的双手了，对，那大部分的患者其实我们大概医生我们用触诊的方式了，那在诊间其实我们大概都会让病人用站立啊，请他咳嗽啦，或者是腹内出一些力量，那我们就会发现说，他的腹股沟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东西跑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再请病人躺下来，大部分的患者一躺下来之后，这个膨出来的这些物的东西，又会缩回去了。好，所以我们都是藉由这样的方式来做诊断。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可能他已经有卡住的话，甚至我们可以照个腹部的 X 光或者是电脑断层，其实这个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诊断，当我们诊断的工具。
是，那疝气有没有分不同的类型呢？它的部位的差别呢？哦，是，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其实腹部的这个疝气其实就是我们腹内的器官会经由我们腹壁的一些缺口跑出来。那我们想当然除了腹股沟这个位置以外呢，其实像在我们的肚脐啊，也是肚皮比较薄的地方啦，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他以前曾经手术过，那因为手术缝合的地方也相对上来讲是腹壁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我们称之为切口疝气。那另外呢，我们每天都在呼吸，都可能用到横膈膜，那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我们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有可能这就成为我们的横膈膜疝气。所以其实疝气有分非常多的种类，那都是我们借由我们腹壁的一些缺口，然后导致了我们腹内器官的一些位移才造成的。是，那疝气有没有一些比较好发的一些年龄啊，或者不同的族群？对，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刚刚有所谓先天性的疝气的话，因为是结构的关系，那这个的话通常都比较好发在我们比较譬如说一些刚出生啊，或者一些年纪小的小朋友身上。好，那如果是属于这种后天型的或者是直接型的这种疝气的话，那常常这都是今年累月可能腹部的一些受损，然后一些出力啊，像这位陈先生他可能就是长期搬重物引起的这个腹壁变得比较薄弱。好，那这样的情形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生在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患者身上。对，是，对。那我经过林医师的介绍，我们大概知道疝气以及腹股沟疝气的一些原因，还有怎么样去做诊断。那是不是接下来请观众朋友来看一段影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碰到疝气应该怎么做治疗。疝气的治疗方式在临床上是以开刀方式来处理。林金瑶医师在评估过陈先生的病况后，建议用腹腔镜手术来做修补。林医师就说，确定是疝气啊，他就建议说，还是我们现在有腹腔镜那个手术嘛，哈，他说还是我们来用这个手术啊，伤口又小，恢复又快啊，我就说啊，好啊，反正医生有这么好的建议，我就交给他，我说好。爸爸妈妈有听很多人讲说，其实腹腔镜的伤口比较小，而且比较不痛，然后因为爸爸之前开过。左边的时候，他那时候印象一直跟我们讲说，那时候很痛，伤口又大，而且在腹股沟，有时候一动咳嗽就会那边牵扯到。啊，刚好临时开过很多个腹腔镜手术都 OK， 还恢复不错，所以话爸爸妈妈就觉得说，那我们就采用腹腔镜的手术了。林金瑶医师为陈先生进行腹腔镜修补手术，在患者腹部开3个0.5至1公分的小型切口，将人工网膜补在疝气的地方，不需要切开鼠蹊部的肌肉与筋膜，减低术后的疼痛感，缩短治疗以及术后复原时间。由于复发几率低，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他传统手术哈。他好像我先生他开完后一年多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候，他就说有时候说，我这个伤口那里好像有里面好像呢冷着的整着的，也会穿痛一下穿痛一下啦，传统的啦。啊，这一次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没有感觉他说怎么样。医疗科技的发达，腹腔镜修补手术改善传统手术伤口大、恢复慢的情况，并且可以修补腹部双侧同时发生疝气的情形，可由相同的小型切口进行手术，是疝气患者的治疗新选择。哎，阿张拢好势啦吼，挺好势，挺好势。哎，你坐啦，坐啦，无要紧。哦，啊，空嘴即摆阁会足痛未？空嘴哇，用咱这腹腔镜手术的吼，都无感觉会痛。术后的话，其实那时候李医师有讲说，其实虽然开完刀的时候会补个网膜在里面嘛，可是他还说就是一些什么粗重的动作不要做，因为爸爸工作在搬那个档的物件嘛，嘿，不锈钢那些，他跟他讲说这些工作暂时先不要，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其他的话，他说因为伤口很小，所以其实都还好。这一个月，这一个半月吼，也是爱注意，就是莫动的啦。咁爱莫动的呢？对，啊，若有无小心有扫，也是讲要摆下，巴肚出来时吼，空嘴所在嘛是爱搁小心一下。哦，要扫，算空嘴做个事呢。对。来，阿光爸，
在经过林医师以腹腔镜修补手术治疗之后，陈先生的复原状况良好，伤口小，不需要拆线，也可以在家中自行照护患处，有效缩短术后的恢复时间，并且不用担心会再次复发，可以让患者安心的恢复到正常生活。阿林医师，请问您，如果患者碰到一些疝气，是不是一定要接受手术的治疗呢？对，其实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患者，他还不愿意接受手术，那甚至用了所谓坊间所谓使用的一些疝气袋了哈。那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疝气的一些形成原因其实是身体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其实使用药物的治疗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身体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原则上遇到疝气的患者，只要他的身体的活动能力都正常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建议他尽早赶快手术，因为不手术的话，在一些日常的生活啦，一些日常的运动，其实常常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就会因此他就不敢去运动，不敢去跑步，那可能甚至在外面久一点，他就想要赶快坐下来，赶快躺在床上，那因为这都是疝气引起的不舒服，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所以大部分的患者我们还是希望说一旦你有发现你有这样的症状，赶快还是来医院就医，然后赶快接受手术，以免继续影响你的一些日常生活。是，那后来林医师是建议陈先生接受腹腔镜的手术，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建议，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呢？对，那首先我们可能介绍一下，其实所谓腹腔镜的手术，其实它其实是还蛮神奇的。其实它，我们目前的手术方式其实是在我们的下腹部开了三个洞，三个伤口啦，一个1公分，两个0.5的公分的伤口。那其实我们这个手术很特别，就是它其实不是真的到腹腔里面去，它是在我们的腹壁中间。我们原本腹壁是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借由一些器械，把这个肚皮撑开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些手脚。那通常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会把一些比较腹壁比较薄弱的地方给构造给区分出来之后呢，我们大概患者呢，我们会放一个大概15到10公分这么大的一个伤口。你想，我们一个1公分的伤口，其实就可以放进这么大一片的网膜，那也拜由科技的进步，那让我们的手术能够因为患者在放置了这么大片的网膜之后，把这个比较薄弱的地方给加强之后，那也避免掉这个疝气再度复发的可能性。是，所以这种疝气用腹腔镜手术跟传统的手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呢？对，那其实这个案也是非常特别，就是说因为他在20年前其实他是使用的是传统的手术了哈，那其实患者也给我很大的回馈说，哎，怎么以前手术非常的不舒服，那因为在20多年前他的手术方式是传统手术，那他用自己的组织修复，那用传统的组织修复的话，当然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把身体的组织拉得比较紧的时候，其实他的疼痛感是比较疼痛的。那我们新式这种腹腔镜的手术，我们并不会去把组织硬缝合起来，那我们借由放置的网膜，让我们的腹内的张力并不会有很大的，就是它的张力完全是没有张力的，那这样子减少了病人的疼痛感。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借由通过伤口，其实我们不但可以把一侧的腹股沟疝气修补起来，其实我们是同时可以将两侧的疝气的部位都修补起来。那原则上在传统的手术的伤口大概需要5到7公分，那我们用新式的这种腹腔镜手术的方式，加起来大概2公分多的伤口，其实就可以修补两侧。所以特别针对两侧的腹股沟疝气，可能传统上需要一个两边加起来10多公分的伤口，那跟我们目前新式的这种腹腔镜疝气修补只要2公分的伤口，其实它大大减少病人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以陈先生来说的话，在手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偷偷的帮他看了一下右边的原本修补的地方，那也发现其实右边也还好，并没有复发的情形。那其实这个对病人来讲，其实万一他在右侧
右侧修补地方它有一些缺陷的话，其实我们顺便都可以再帮他做一个修补的情形。那这大概是我们腹腔镜手术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好处。是，一般在做这种腹腔镜手术的选择上面，有没有哪些病患比较不适合呢？对，那的确，因为我们的腹腔镜手术，我们必须要全身麻醉了，所以在临床上的话，其实有一些如果患者因为身体状况比较不允许做全身麻醉的患者，可能他就比较不适合做我们的腹腔镜的修补手术。那另外，因为我们的手术的部位是在下腹部，那如果患者曾经在下腹部开过比较重大的手术的话，那可能这个手术用腹腔镜修补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哦，可能有一些有肝硬化，然后有腹水的患者，因为这些腹水在腹内会比较难控制，所以这类的患者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建议用腹腔镜的手术，我们可能会还是建议他们使用传统的手术方式。那一般的这个疝气经过手术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复发呢？的确，在传统我们用组织修复的年代的话，其实疝气的复发率可能会高达15%-20%，比较高的比例。那现在我们当然有了这个人工网膜之后，我们大大的降低复发的机会，可能大概目前以传统来讲大概5%-6%。那如果是用腹腔镜的疝气修补的话，甚至可以降低到1%-2%，大大降低了这个复发的机会。那有些刚刚提到病患可能刚开始不做治疗，那这样子如果拖久了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性呢？对，的确在一开始可能腹股沟疝气并不是症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一旦时间久了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的疝气的缺损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腹内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常见的像小肠，它就可能会卡在这个疝气的缺口。那可能比较轻微的话，可能就是会导致说肠子的阻塞，因为可能肠子被卡在里面，可能就阻塞。那如果肠子的阻塞的卡住的情形更厉害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肠子的坏死。那肠子坏死甚至可能会导致比较厉害的腹膜炎啊，甚至败血症。那甚至比较厉害，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甚至死亡的情形。所以还是早点手术把它处理好比较好。那一般在手术完之后，病患的一些生活照顾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注意的？李医师可以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因为刚修补完，可能我们还会建议病人就是还是在2个月之内还是不要搬重物。那尽量我们在可能咳嗽或者是腹内压力增加，譬如说在排便的时候，我们修补的地方还是要做用手压迫。那大概这些简单的一些照顾其实就可以了。是。那今天很感恩林医师到现场帮我们做一些介绍，了解一下疝气。疝气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哦，那特别是腹股沟的一些疝气，如果没有及早的做处置，有时候肠子会脱出，造成阻塞，肠子以后会坏死。那有时候造成一些腹膜炎、败血症，这个有生命的危险。那新式的手术，它伤口小，病人的复原更快，甚至可以做同时做两边的一些处置，或者是一些后续的一些修补，让病人的这个复原更快，然后减少一些痛苦。那今天感恩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感恩。